十二生肖是来自古巴比伦，亦受到古埃及和古希腊所影响的。由最初的蝎子、雀、鸟、鱼、豹和狗，衍生到今日的中国、南韩、日本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等。现在就由阿 Kim 带大家穿越时空，去看看大家在2017年的运程和感浪的。就如爱因斯坦的名句，空间和时间并不是宇宙的容器，假如没有内容的话，它根本上就不能够存在。宿舍的朋友，在2017年你的运气是不觉不失的，但需要留意你的健康，尤其是受到工作和经济上的压力而导致到健康出现问题的，亦都要小心处理与女上司、女同事、女客人的关系的。对于属蛇的朋友来讲，阿 Kim 送给你的锦囊是爱因斯坦的名句，不要试图去做一个成功的人，要努力做一个有价值的人。希望你有所得着，愿主与你同在。